学识新鲜事，让你脑洞大开。这里是创意新生儿变，我是大庆。主流审美绝不包括肥胖，而那些重量级的妹子们更是连理发店都去不了。不过同为胖妹的杰米就为胖妹们开了一家专属美发店。杰米洛佩斯原本是一位美容师，因为470斤的体重，在他做头发的时候把椅子给压垮了。这个尴尬的经历让他决定开一家专门为胖妹服务的美容院，而这一家加大码的美容院叫做 Babydoll Beauty Counter。第一家店开在洛杉矶，后来在拉斯维加斯以及美国其他地方也开设了分店，生意火得不得了。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为胖妹专门定制，当然这里的顾客也都是重量异于常人的妹子。店内装饰很迷人，黑配金还有红玫瑰与玛丽莲梦露的印花，少女心爆棚。佩佩的造型椅可以承重700多斤，美容椅可以支撑500多斤，所有的工具也都是特殊定制，再胖也不怕损坏任何东西。也可以在这里享用蛋糕和鸡尾酒，还有专业的发型师、化妆师和美容美甲师，让顾客在这里获得皇室般的待遇，开心的时候甚至会唱歌跳舞。很多人还专门奔赴数十公里来到这里，光是打的费都要几百块钱。更多新奇尽在创七十二变，欢迎大家来关注哦。